竞选总部就位于永和闹区的中正路上，而总部的名称为朱立伦总统与林德福立法委员双合竞选总部。再度面对选战寻求连任，林德福说，虽然在该选区，也就是新北市的第九选区，民进党没有推败人选，不过对他来说都是不能轻忽的竞选态势。而总部的成立大会也将在19号于永和国小举行。在12月19号当天早上9点钟啊，是在永和国小操场啊举行就是开幕式的这个成立大会，也欢迎所有我们敬爱的乡亲、所有的长辈，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，给德福、给朱立伦鼓励、加油打气。不少地方的支持者也陆续进驻，协助各项辅选的工作。林德福感谢有他们多年来的力挺，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战中胜选。从政将近30年，一路由市民代表、永和市长到担任立法委员，历经地方的变迁，林德福与在地乡亲一起成长。中嘉新闻卢秀娟永和参报道。